哥安怎讲，拢是因为你，你爱我吞，哼，你凭啥？你走啊！我要认你啊！好啊，打来毙命啊！毙命就毙命啊！你真正有够白目的，你想要找人麻烦，麻烦家代志莫清楚，拿明朝的剑来斩清朝的官啊！哈，嘛只有你这四十万人才走得出来。你真正是一个三百个很火的小白，拄好我有一口气无底透，今仔我无通让你找麻烦，我要找你讨公道。你你老林的事，我就无想要插嘴。你还讲自有自顾搞我头死，你若做啥开房间偷鸡，我若无讲啥，你讲啥？哈，再讲四姐，你唔着讲道理，我听过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是个白痴，我是你阿爸死的时候，你这查某还袂出来。敢欺负我，百十岁我才到你啊！你唔着提出来我看卖。你的囡仔以后生出来，你绝对要好好家己照顾。啊，若无查甫会生杜淳，查某就生你，以后因大汉绝对才痛苦的。好啊啦，我是叫你来处理代志，唔是叫你来冤家啦。你定要把代志抹做大条就对嘛。对付伊这种人，就是安尼处理啊。我嘛就想要问你的，你哪会敢叫我来处理代志啊？喜欢伊，喜欢伊啦，唔是因为我甲你当成媳妇，我才叫你来做啦，是因为你甲伊去相处，今仔才会遮麻烦啦，本来就是你来处理啊。那安尼我已经处理给你看，阿姆，你敢有看好清楚？吼、哦，对呢，拄你起来较紧哦，你安尼愈讲愈大声，啊，敢那即句阿姆哦，讲了上对。欧巴桑，我伫惊你搁死啊！你敢过试看卖？今仔你发生意外，若是阿姆做唔对，要认错，你要告，我袂讲啥。若是你家己无看路，惊去予车弄，要惊法院，我会请业家，请规团的律师，徛规排等你，顺续甲你做歹代志，做位处理。邓嘉玲，当你也无在现场啊？你是凭啥物讲啥物？我叫人要怎招啊？我哪会唔知道？啊，无你绝对比今麦搁较嚣掰。安怎？想要了代志哦？这你来找我。小姐，啊，你有车着无？我们请规团的律师，你慢慢来等啊。